大量垃圾经任意弃置后，凤山清洁队还需加派人力清扫，相当辛苦。除装设移动式监视器及收拾设以外，亦派员不定期现场取缔。经现场取缔违法，多为凤隆市场工作者及附近一般住户等，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规定，处罚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